码掀开，你去搞，把密码掀开就可以看到红雷的。这个密码拆了，看一下那红雷，把这个风能圈这个功率码拆的啊，看一下这个风轮，这个风轮，看看，你看刚刚喷上，你看这个油就开始掉了，看到没有，刚刚喷上去，你们是看我喷的，我的视频都没断过啊，看到没有，啊，你看这个证明油都在掉了，这款啊，新款的，不刺鼻不伤手的，然后我们等几分钟啊，等几分钟就把它刷干净就行了，看一下，我们看一下一直在滴油，看到没有，你看啊，然后看一下这些地方啊，都是锈迹，不是油，你看我用手都抹不掉的啊。来，我们看一下风轮啊，也洗干净了，我们看一下，来倒过来，我拍个视频，这边这边，对，这边给大家拍个视频，看一下功率吧，我们看一下，来来来看一下，这样子，你看全部都也是有这个锈迹啊，全部是生锈啊，锈迹好看。